是谁先呢？啊，你先。你确定？确定。那瓷器有一个白木的。那这次我要当地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啊。要石头剪刀布吗？好吧。你也想当地主啊？石头剪刀布。就是一个二 K 十。对哦。地主的那几根是要给别人看一下的。我们之前都没给别人看一下，为什么那几个我得要给别人看一下？因为弱就是这样子。我刚说了 ，OK 十，有了啦。嗯，我也想要。我分你的。不用。嗯。不能这么分的。嗯。那要不然你拿我当地主，把 OK 十都给我。开始了。真是很友好。好了吗？有两个炸弹，有两个炸弹，都是大的炸弹。我们要到底什么炸？对三呢、啊？嗯，那我就对五。不要，对五你就对 K 啦，这么大。我要召唤你。跟四啊。二跟 K。A。二。别被我刀给你打下去。那说吧，你来。不要是吧？嗯，我不要。四带一对三。四带一对三。你还有啊？那我们队伍你就可以对八啊。哦，不对，你是一对五，对。三个十一带一对七，没有。敢说有九大？那一大？九大一大？你要输了。六为什么 ？A。二。炸弹，不要！没有。还有 Q 炸，没用啊，太迟了。你还剩什么 ？Q 炸单的 ，Q 炸，还剩一对七。对呀、啊，你刚刚怎么不先出一对七呀、啊？我出一对五的时候，你一对七就要出去了。你干嘛直接就出一对 K 那么大？我以为我要弄个寸子呢，哼！你想弄个顺子啊？嗯。没有啊，你没有顺子，你哪里有顺子？你现在出的这些都挺好的呀，对吧？不然你差一点就赢了，因为你有两个炸弹呢。但是我还是会先赢的，因为我的炸弹比你大。我两个炸弹，你就一个炸弹。你两个炸弹，你就可以早点开始炸我。我赢的时候你就赶紧炸我，你就先赢过去。
好像都是黑的。洗牌。你我呢？啊？我洗牌吗？嗯。你来洗牌？为什么输的人洗牌呀？为什么？这是规则。规则为什么是那样的？那为什么我们打牌的时候2是比1大呢？二还比 K 呢？这就规则呀，规则就是规则呀。有些规则它就是没理由的。但是对每个人都公平啊。输人洗牌，我是嗯。二，你是 even。你这都没有好好洗。哦，大王，last 2% gets 大王。Just kidding. 还想偷看一下。嗯，我要看。你先。自己来。你都没直接分牌呀？你说自己来，我觉得你应该有大王。我是说，你都没有直接把牌擦好。你看我等会牌抽完，我就立刻可以打牌了。你还得重新再整理你的牌。你先好。然 Yikes！后我当地主，我要谁来现在不？一谁来现在不？你给我看你的呀！给你看，不能再看了。你赶紧去整理你的牌。你看完了，你记不住，你看干嘛？我的牌也不好。我牌也不好。你为什么学我呢？你说我的牌不好，我说我的牌也不好。对呀，学我不好啊，围对三。Not so fast, not done. 你一开始就要开始擦，我不然要太大难。的，我要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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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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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大。你应该有个 A，我的一个对三的嘞。对什么？这是九哦，对十。Should I? 对十二，对 K。Decay? 不要。那我就对六。对啊，你打，我的三，七带五。不要。这就不要了，那我对吧？四带九，
不要，我说了。你说。OK，不对。哎。你剩的是什么？剩的饭。你差一个七，我就会赢。为什么？就顺子一下子弄完，以后你说不要玩了，你知道？因为你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对，有时候差一根好惨。嗯，我好惨。哎，但是你不对 A 炸、啊。你那个一个炸弹可以带两根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那你应该一开始就一个炸弹带两根，你担的那么多。太急了。啊？太。大王小王能不能带两个？不能。那那里是炸？对呀、啊，大王小王例外，他能炸，但是他不能带两个。但是那个炸弹就可以直接带两个。手机里面有些牌是不能大王小王，就只能大王小王小王，还是小王小王，还是大王大王，还是小王大王大王。手机里面，之前你让我玩牌的时候，到处观察，又有点迷路，就看到。不明白，就是有一种牌的 app， 就是有四个人，是那五好多个五，四个人的那就不是玩的这个斗地主，斗地主只能三个人，那或者两个人玩，没法四个人玩。你四个人玩就算什么？那种应该是80分吧，哎，我快忘记80分怎么玩，我小时候都是玩80分。你可以帮我把这个弄平了呀，弄很久，玩就玩。我来。你来了，这很简单的呀。你怎么那么快啊？你的手太小。嗯，又会有地主了，你又会有大王了，有可能。对，我都拿了好多次大王。又是二。我来分。啊、oh,！Bad card，bad card。啊！你肯定不会有小大，你肯定不会有大王。你这都是在告诉别人你的牌，好的、不好的都不要让别人知道。你让别人知道你不好了，别人打牌的方法就会改变；别人知道你好了，打牌方法也会改变。你还有一点。要能忍得住、yeah! 你看刚说要能忍得住、我就知道你的牌好，我就知道你有好牌。叫地主好吗？叫地主。那我也要叫地主。 No， 你来石头剪刀布，你这样子我不玩了。嗯，有。你还都看了一下，那我要看一眼。你看完，我看完了才决定要不要。那我先看一下，你也看了吗？好，重新再拿三根。Fine。 小剪刀布，那我倒是要的。我倒是要石头剪刀布。放屁啦！放屁！我放屁！有可能有个三。笑的放屁了，搞笑吧？太激动了。对呀、啊，搞得放屁了。啊！放屁！好了没？没有。要不我来当地主？不行，我这已经拿了。你可以等把它还给我啊。不能。为什么不能？ I have the game goes, you can't share。 等一下，两个牌子两个牌子算两个牌子最多是多少？最多无限，最少是三个。那个七七八八九九十十十一十一十二十二。是
么爽啊！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要不要？不要。那你这都快抽完了呀！嘿，还有这么好的牌呀？不要，不要！我到地主了，加倍加倍，超级加倍，加倍加倍，超级加倍。五带四。没事。要吗？五带四先不要吧，那是大事。好。六七八九十十一。真不怕。嘿呀，二，还一个二不要？哎，你不是后面还有点吗？哦，对，三二，你不，你不要。对呀。哎，太厉害了，太好，太好了。对呀。你不懂怎么出，对不对？不是我不懂怎么出，我懂怎么出，但是。你不知道我的牌多好。不是我不知道你的牌多好，而是你的牌那么好，就我就没办法赢了呀，太好了。发财的七七八八九九十十一十十十一十一十二十二，爽的不行了。我还有一个 K， 我都快 K K A A 二二，不对 K K A A 完了的二二吊床。那你就能春天了。用一只别人没法出，一只你弄吗？嗯。那你就春天，就是加倍。刚说超级加倍，超级加倍，超级加倍。没有赚了八万多分，我总共都没有八万多分。小心啊！对，洗牌。你洗牌，那不我赢了。那刚刚你输的时候，我帮你洗了。哦。牌好好啊。爽吧？对，也是那个牌给你的。那你为什么要抢我的牌当地主？我也想哎，你后面拿的那三个我看过没？嗯，你的三个没有看到？看了呀。是什么牌？二 A 四。哇，那个四对你来说很重要啊。对，不然就没法带过去，你就输。全部都是重要。对，那三个对你来说好重要。对你来说不是很重要，对。你只是想要那些，可是对你不不用不重要。我觉得重要是那头什么？那我不记得我需要什么。但是你都有大小的赞，还有那么好的脸，你不稍微的这样子洗洗啊？为什么？等会就没有对了，都是一根一根单，因为它里面有好多对，你不管洗开以后，你等会就是你一根我一根，你一根我一根，然后两个人都是单单单单单。你不能这样子看。我来，我来洗了。你手太小了，洗不好。我也洗吧，因为太滑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子吧。这种叫切牌。每次都是饿了我，好奇怪啊。现在牌不是像那么刚刚那么好，每次都那么好的每一次。对呀。我还能拿一个。你的牌太少，再弄点。那不行。为什么？有时候就是这样子，有时候就你有什么牌就打什么牌。你的牌应该很好啊。我的不好。那我来当大王。为什么我要当大王？你的牌的不好，你还当大王？那大王就是拿一些好牌过来耶！我的炸弹，我的炸弹，我的炸弹，你有炸弹吗？那我不告诉你。那你有？那他为什么你觉得我之前不告诉我？哦，有没有我都不告诉你。本来这个就是不会告诉别人的。
只有你才愿意告诉别人，别人都是不愿意告诉别人。我帮你做，我帮你做。石头剪刀布。OK，石头剪刀布。我就知道你猜对了。你这小家伙，因为我们快滑下去，还挺聪明的呀你。哎，你没，那我看一下，三根是什么？三七二。怎么还有二啊？七二。不公平。七我要，三我不要，二我要。三才对你来说这么好的牌呀，三个四，三个四带着什么？带什么随便呢？你要的什么？带了一个九啊，三四带着。我胃口没有三的，现在。开个赞，好，你大。没有大。哦，对，你刚刚就说你有个赞。你这都老是背对着我打牌。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。这么好。现在好多单子了。不要。六 C 二不要一二不要 A 剩一个那个，那我就要了，上，不要，接下来你就输了，因为全部都是对的，对子对子对子对。把你那么好的牌呀、哎，别忘了这些。我先把这些弄好了，然后这些来洗就行。你赢了，你还洗牌？对呀、啊，我赢了，为什么还让我洗牌？以后就谁赢谁洗牌。也行。哪还多点啊？你的手都拿不住。我要什么？62。你有魔术，你变魔术了。哇！你还没看牌，你就叫地主。你有小王，你有小王，你有小王。你有大王，你有大王，你有大王，你还有一个二。嘿，偷看牌！我不用偷看你牌呀，刚刚不是有一根二的梅花二。梅花二是什么？它有四个图案，你不知道吗？有一个是黑桃，一个是梅花。一个是方块，方块什么意思？方块就是还有一个红心，方块就是一个符号的呀。等会儿教你，告诉你一个。爱我吗？爱你啊。为什么你每次要叫地主？为什么你每次要叫地主？为什么你每次？那我叫地主。叫地主。石头剪刀布是吗？不能拿石头剪刀布。那就是我。Okay. 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为什么？你要给我看一下。
你看。不是啊，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个规则就是规则，你哪有这样子的呀？我有跟你抢吗？石头剪刀布，那为什么石头剪刀布你赢的时候你就当对手？为什么我赢的时候就是我跟你抢呢？如果规则它不公平了，它就不叫规则了。如果你不能遵守规则的话，那那个游戏玩什么了？都没有规则的牌还玩什么？我是没事，但是你最近的脾气有点怪，最近的脾气要改一改。包括你学习的态度，这个态度影响可就是全部的。你看，学习的态度跟你玩游戏的态度，全部你都表现的都是一样的，对吧？所以一定要改正过来，不改正过来，你做什么事情你都也会遇到问题的。还玩是吧？那行，那再玩一会儿。一对三，你是不是有点不开心啊？但是要是不想玩，我们可以等下一次再玩。要玩的话就不要带着情绪玩，开心还陪着你玩干嘛呢？本来玩这个是为了开心的。一对七，不好玩，那我们下次再玩。牌不好，如果会让你变得不开心，哪有人那个直接就这样子背对着这样子的呀？那我也出，我也不说话，也不那个，这带着情绪我是不我玩说的。对十一。对一，不要。六对三，六三。六到一对三，那我九不要，那我不要了。大王，这就大王啊？那我要炸！不要。哪有人直接一下子出一个大王？除非你快结束了，一个六，你在那儿？小王。就一个十一，你在那儿？一个二，不要。那我四的一对五，不要。一对十。其实你差一点就赢了，你知道吧？但是呢，什么？
很正常啊。哎呀，他就说了，这只是一个游戏而已，一个游戏为什么要他哭呢？不是，你刚刚为什么直接大王出来呢？没来哭。这个大王是用来给你出单根的时候最大的，你要是手上没有单根的时候，你就直接出一个大王是可以的，到最后剩下的都最大的，你才这样子单根出一个大王，不然的话，你看你手上有一根八。单的八，你看你手上有这么多双八啊，双八啊，双八的话你也是不行，我拆掉也很难赢啊。不用啊，不用拆掉，你还有一个老 K 嘞。刚刚你比老 K 还大。刚刚你是自己直接先出大王的，什么东西都没出你就先一根大王，你可以先出一根 K， 我就要出一根二，然后你那时候出个大王，你又能开始从头开始出了。你那时候你又有炸，你那时候还有一个八。你出大王的时候我才炸的，你至少就可以先出一根 K 出去了，这个就是肯定有。那次数不是一样吗？我出一个 A 文 K 文，你炸完你再出，我也没什么出，我还是输。出牌的意义就是，出牌我们重点就是怎么样把手里的牌出出去，出得多。然后呢，为什么需要有这些大的牌呢？就是为了我们在出。小的牌出的时候能用这些大的牌把它赢回来，大的牌是为了用来压小的牌，把那个小的牌出出去了以后，把那一轮再赢回来，自己大再有重新出牌的机会。你一下子就小的都还没有出，你就直接把这个给出了，那你相当于就浪费了一根出牌出小的牌的机会了，对吧？就像你炸弹一样的，你手上有三个炸弹，但是你手上还有一堆零的牌，那你先把三个炸弹先炸完了，然后那手上的那些小的牌怎么出完呢？肯定就出不完了呀。你手上有几个炸弹，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小的牌出完以后，别人大你没法大了，你先出炸弹，这样子才能把它出完的吗？大的牌的目的是为了这个，你把大的牌直接先出完了，那大的牌肯定是能出得完的呀。重点是小的牌你怎么出呢？还玩吗？最后再玩一次了，已经玩好久了。爸爸，你等一下把明天穿的衣服整一下啊，可以不？明天天气热啊。你是偷看呢，赶紧的，谁先抽牌也不一定不代表是好。我想先抽，我就先抽。北北葵锤北北。你分牌的时候，自己整理牌的时候，有没有按顺序整理啊？你抽最后一根的是吧？嗯。那我还能再抽一根。你掉地走吧，戴森。不要掉地。行，那我就掉地。下次你必须得让我看。哇。不管。
你按顺序整理牌，这样子的话你才知道哪个。我这么按顺序整。我已经出了。你出哪个？三三四四五五六六。你拍整理好了吗？你们又哭了呢？不要因为一个牌不好你就开始哭了，这玩着就没意思了。牌好的时候就拼命的笑，牌不好的时候就拼命的哭，这个为什么呢？这不就是玩一个牌而已吗？一个七。一个十，一个 K， 一个 A， 不要你来，不要，七带六啊，那我要十一带九。对十二，对二，不要，不会出牌，你还有个二，对啊，这么好的牌，这么好，牌那么差，我这个出的刚好，我应该先把这个给出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下这刚好抽到你那边去了。你看，你为了这个牌还在那里哭干嘛呢？抽的刚刚好。那我刚刚应该先把这个大王给抽下去，我应该大起来。然后我先来抽牌。我自己这次抽错了，我以为你有一个小王。你看到没有？这次你抽的特别好啊，赢了呀。牌好不好没有关系，有时候。有时候牌好了他也会输。可是你刚刚我是说什么，你说牌好的人一定就会赢，就比较容易赢啊。你说一定就会赢，然后说 game over， 对，如果是正常的出的话，我说的牌好是指特别好的那种，就比如说你完全就是我像我刚刚那个三四五五六六六。对呀、啊、那个我就算再会打我也没法赢，因为没有牌打。有些牌就是还有办法的时候，比如说这样子出跟那样子出，对吧？出不好的时候还是有可能输的。就像这次我的牌明显就比你好，但是我还是输了。咦，那你都有一对啊、哦、有三根带的，你刚刚怎么没大过我呢？因为我不想那样，我不要太快你就知道我的牌好，你就肯定会把那些先凑下去。我先出不好的，你以为我不不好的，我就把这些带出下去。你说 A， 这也是一个战术。行了，上下洗脸睡觉了。